是我妈要去医院看病嘛，然后那天我上午有课，我就送不了医保卡给我妈。对啊，然后我说我主动帮她送。对，她说是主动帮我送，结果我中午下课了，我赶到医院，那个卡还没送到，我妈病也没看上，我打电话给她，她说刚到，一看到她我就知道她为什么这么磨叽了，她还梳了个油头。穿了个西装过来的，我都不知道他是过来干嘛。你送个医保卡，你又不是来相亲是吧？我去找他的时候，我是穿着拖鞋去的，那我总不能这样穿拖鞋去送吧？万一我跟他承认呢？那以后，那就是丈母娘啊，对不对？想多了，孩子。对啊，你真的，我觉得你真的没有啊，分轻重的，你就让你送个医保卡。我就是稍微打扮了那么一点点，想给阿姨留下个好印象，就这么想的。这件事之后。我就对他很生气嘛，然后我又听说他又把工作给辞了，我就有点犹豫了。行，这听明白了，无数次的这个错过吧。来，我问几个问题好不好？这一年多你怎么界定你跟他的关系？我觉得是朋友之上，恋人未满的。我觉得都要到那个恋人，就差那么一点点到那个恋人了。我没问你，我就问人家的，这个你喜欢他什么呀？我喜欢他很温柔，然后对我很用心。那不喜欢他什么呢？我不喜欢他的磨叽和纠结。他要没有磨叽和纠结，他怎么能对你这么用心这么温柔呢？对吧？对啊。你还说，你别说了呀。对，他就是这样子的，也是有什么也不明说。你为什么有什么不明说呢？我不想把什么事情都说破，而且他这个性格磨叽这一点我觉得他难道自己意识不到吗？你磨叽不？我很干脆的。好好好，今天我希望你能干脆一点，好吧？行。这个在一起就是在一起，不在一起就是不在一起，追不到的才最想追到吧。我真的觉得已经就是太……这个应该是你谈恋爱以来最费力的一次吧？是最费力的。这么说吧，今天如果姑娘拒绝了你，你会怎么做？我还是会喜欢她。啊，还赖在长沙，接着追是吧？对。听懂这句话了吗？嗯，就不追到手誓不收兵。嗯，你信吗？我信啊，我信。你们俩真是绝了配了。孩子的房间可以什么都不挂，但是一定不能少了四张这样的地图。它能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，打开孩子看世界的双眼。它就是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。当然，还少不了另外两张儿童知识地图、中国地图，加深孩子对国家各个地区风土人情和人文特征的了解。世界地图呢，让孩子足不出户就能看到非洲的金字塔、澳洲的袋鼠、南极洲的企鹅，超多的新奇事物。知识地图让孩子对世界的地理、历史、发展更深入的了解，这些都能增加孩子的知识面，孩子一眼就能记住。地理学好了，语文、历史的成绩自然也都上来了。